在社会局担任市政电话咨询员已经快两年了。佩青，麻烦你帮我拿一下。佩青怎么了？佩青。哦。听说你最近在找工作。对啊，因为我的工作满两年快结束了，那我重新再找新的工作。好啊，那我们这边也会帮忙留意。我这里刚好有一个适合的个案，可以立刻带他过去面试。谢谢。谢谢社会局在促进视觉功能障碍者就业计划两年期满前，成功帮我媒合转介到财税局上班。有爱无爱，让生命重新发光。